黄俊雄大师他们带来的美菜鱼啊，够熟吧？啊，多谢过来一个林林刚国宝黄俊雄师徒，为各位带来美菜鱼啊。菜鱼啊罗，透早出门做生意，关顺风连滴滴，打着四彩虹在起呀咿咿咿咿咿咿，为着要看早市，唔敢踮遮做闲置，紧来走啊，紧来去，目一个呢，搁看一个去，已经行到菜市。嘿，迄条真佳哉，啊，隔壁拢也袂人来排，我着应该来开市嘛，才应该。咦，哦，远看着小姐赶菜来，对食来哟，你是今仔日第一个人客，应该着牺牲大件。菜色是真多，又有青有高贵。你要青菜、高丽菜、花丽菜、花芽菜、冬菇菜、本身白菜、韭菜、花芽菜。万有你都吃到的部位，红光菜。啊，人讲冬瓜清凉的开胃。好过辛苦日落日，菜粿啊吃着会煞嘴，小姐爱吃是烟水，这是初恋的气味，包你爱情的思绪。日照波香二三里，德龙门夫妻四五星。回家把饭黄昏后，不脱睡衣五月明。哎，未使也赶紧来复查事啊！哎，来复查事，哇，衙门爹来咯，衙门爹来咯！来来来。精修太如何？今夜乌丝无寒风，宿寝夜觅王婆罗。在下苏彦文，远看东北风云起，彦文断肠时啊！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风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号令天下，莫愧之魁，总驾人也。苏彦文，哦，总驾人有何贵事吗？今天来到现场，为你四面五望。稍等你，咱是世界的五戏曲，非常热烈。咱各位长官、各位民意代表、电代表、各位首长，啊，甲咱的亲爱的观众朋友隆重支持，要欣赏着咱展演艺术。这个所在并不是因缘成熟之地，总经理，你可以听我几句吗？什么？这个所在是黑猩猩的战场，并不是钢筋传播之处。几句？你听我讲吧，劝君当初爱何乡，爱何万派水渺茫，何如一句天心菜，何用金弓斗气功呢？哈哈哈哈！你的意思已经投降了，安请，我也未投降，因为你我决斗的日子就是十三日七点半，在这个所在。圆圆的地点，你我一决雌雄，
这是你我天威国第六战，第六战是最后之战啦。我为了中原军业，为了天下和平，不得不任他、让他、逼他、敬他，隆重给消灭。现在要抵除掉你这个万恶罪魁庄稼人，秦虎，提高警觉。稍等你。二虎相亲，比你凶哦！一山难容二虎，看庄稼人的飞奔路就得你。十三日决定解决雌雄，安尼好。今仔日看各位点看的面子，等候十三，我就来解决苏彦文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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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多谢各位，谢谢。